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. I'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. 也许这就是你们说的甜甜的恋爱。好一点怎么还不来？这个小屁孩竟然想给我惊喜，真有意思。你是谁？那好一点呢？好一点，你听我解释。好一点。我操！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说话可爱，坐姿优雅，吃一口就饱了。云溪，我吃饱了。再晚都要回家。云溪，我得回家了，我妈还在家里等我呢。拜拜。第 N 次见他的时候，说话大吼大叫。云溪，我怎么又不回我消息？特别邋遢，怎么都吃不饱？还想在点上人家？喜欢穿暴露的衣服。给我穿上。不喜欢回自己家。嘻嘻，你们的女朋友也这样吗？当我太久没看到男朋友腹肌。洗完澡好凉快。哎，好一点，你干嘛呢？你现在怎么又把衣服穿了？啊，你要干嘛？给你看个视频。我馋老公身子，他宁死不从，我可以告他吗？可以。是可以告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就是想看我的腹肌了吗？炸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真不想害怕，不是我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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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屁孩，神呢？好一点，你在里面干嘛呢？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好冷，凉刚刚好。先出来。不用嘛，你俩跟我一起。你真不出来啊？不出来，不出来，算了，不出来。你不怕我妈看到？阿姨不是今天早上要出去了？甜甜，里边凉快吗？吃块西瓜吧。顺路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闺蜜月月。哎好，阿姨看着真年轻啊。男朋友也太帅了吧。我们点点以前就是个假小子，没想到现在这么幸福。不要胡说。阿姨快坐吧。怀念有这么帅的男朋友陪着，我朋友这么贴心，我真羡慕。他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，当然得对他好。可是我总是在外人面前说。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阿姨吃水果。啊，我不吃这个。林夕来吃一块吧。林夕，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西瓜了？那好吧。陶燕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都是要做媳妇的人啊，这件事情都做不好。要不你喝我这杯。谢谢阿姨。这是什么茶呀？这是绿茶中的极品，特地为你泡的，和你的气质。点点，把茶倒满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酒满敬人，茶满沏人。点点，送客，送客。当我哄男友时，遭遇滑铁卢。李欣，我刚刚在屏上跟人打游戏，没有回你消息。很羡啊。就是他。你心上的小哥哥打游戏有我厉害，当然是林夕厉害了。他说你脾气又好，打游戏打得有厉害。好，一点。他说的不是我说的，我给你讲了。你别笑，我出去了。当哥哥和男朋友一起吃火锅时，啊，就这样吧，谢谢服务员。等一下，锅底要加了，麻烦再给我一碗清水。等等，给我份清汤锅，再给我碗辣酱。你俩干嘛呢？结个怨过不就好了吗？这么悲惨，要不然结个怨过。